果这一次我带不走你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。锦仙公公，别太过分，要想动手的话先过我这一关。你怎么了？这回你砍不下去了。锦仙公公是来找我们，至于我们俩的事一会儿再说。下面那个拿刀的醉汉看起来也像是个高手的样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吴昕要找的人就是他。就是吴昕说的那个世交，上一辈的恩怨吧。请公公出见。沈静州，吴昕，听说你学会的奇奇怪怪的武功有很多，这一次打算用什么呢？附中的武功你也学会了，卓儿。锦仙公公这是怎么了？看也不看我一眼。风雪剑沈静州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锦仙公公在17岁时进入江湖，以风雪剑成名。如今的母亲也是17岁。吴昕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这么有趣的人，杀了还真是可惜。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心魔已对我没有用。